啊，真的哈、哦，哎呀、啊，我来上有无？我就是绿叶，你是红花，哦，哎、是不是三百兰花哦，不是三百花啦，樱花，我来做做樱花嘛是袂歹啊，对啊，真的好可爱、啊，上无办，他搁一朵花啊，你老，啊对啊，不要乱花飞就好，啊，真的，我不要乱花飞啊，乱花飞。来啦哦！啊，感谢咱大家，明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呢，大家一起共同欣赏，安尼啦哦。今仔日在咱的活动当中呢，真正吼非常闹热，安尼吼，真的，闹热滚滚，强强滚。哦，咱的好朋友呢，大家未来家庭事业都会当有教稳，安尼啦哦。来啊，今仔日咱的活动当中呢，吼，你甲看卖吼，有咱的安排着阮的迄落烤肉，叫阮的烤肉师傅来跟咱的活动当中，安尼哦。啊，搁有咱的迄落烤乳猪。哦，咱今仔日呢，真正吼非常感慨，钱无少用猪安尼。今天你所有把咱的料理呢，希望咱大家所有咱的好朋友吼，啊，大家慢慢来加享用落去安尼啦吼。当然啦吼，咱咧讲有来嘛是请，无来嘛是请。对。在咱的会场当中呢，难得的聚会，大家呢在咱的会场当中吼，唔免家己动手烤肉，真的，拢有请别人伫咧烘安尼啦吼。所以呢，大家尽量来加吃好百年无土。哦，咱的后面大家未来会当经营财宝，起做买落去，去买去，大项拢做有吼。也在咱的会场当中，你也看咱桌面上吼，咱的烧酒吼，我今天你真正做享受的咧，对啊，真的。人生一大享受就是今天哩，对，有咱的心灵来给你吼，保庇加持，对啊，嘿，还佫有料理通好食，哦，还佫有咱的金元兄，真正真甘开钱，是啊，带着阮的红米影视传播舞台上精彩节目来到咱的会场当中，来当然陪伴到咱的好朋友安尼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会当佫是应有尽有，对，咱讲袂啉烧酒欠昏迷啦，嘿，昏迷嘛是有啊，安尼啦，哦，所以呢，要上咱来看，对，你来看卖。哥哥，小酒哪啉吼？啊，小姐人啊哪甲阮欣赏一下？对，安尼咯，大咖啡有无？开讲分开讲，迄个头嘛要小刮一下安尼啦吼。对，啊，若无今仔日呢，迄个查囡仔吼，啊，卖一刮甲那肉粽嘞。是。啊，无看到吼，真正足无彩安尼啦吼。今仔日呢，非常的难得。对，咱水果你看嘞，阮三弟真正真够安排安尼哦。是。水果你要来自咱的四县市安尼啦吼。会当讲是呢，迄个中部、南部，迄个上界出名，拢总有来甲咱的会场。是。我陪伴着咱最最所有咱的好朋友哦。哎呀，师傅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你啦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主持这安尼有无？哎，这就拄到迄个烤肉师傅，肯定关起来，而且很好吃呢。来，亲的啦，来，哦，咱就是说咱的好朋友安尼啦吼，以后呢，老师要到阮的烤乳猪，啊，大家呢会当找到阮的中哦，中烤全猪大头啊呀，大头的哦。对吼，大头中，大头中，迄个大头师傅安尼有无？啊来个试食就可以安尼啦吼。来嘛，咱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多多来个吼，甲捧场照顾一下安尼啦。对啦，你讲老师要到咱的烤乳猪，一通电话服务到家。对，就跟他出门商店同款安尼哦。一通电话服务，小姐就到你家了。对，就到你家了，到你家演出啦。啊，那你还要捧，我来捧就好啊。你讲安尼，我就过啊。吃你吃，你买给我们吃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主办单位所安排的料理，大家慢慢来享用。我们后面的未来路再来寻一寻，更加美好咯。每一天我们过了星期五，更真快乐。会晓啉烧酒，在我们的会场当中，慢慢来喝安尼啦。大家豆豆我喝，人咧讲咧，尽量来甲吹落去。我们后面大家以后拢会当过着咱愉快快乐的好日子。当然不要啉烧酒，啉清清。我们后面大家未来家庭事业拢会当大发展哦。事业哪是去哪面去？当然啦吼，在我们的会场当中，我们小朋友。不能喝酒，不能喝酒，是嘞，大家啉饮料，饮料大家啉滴滴，我咱姐姐说，咱年后面大家里头趁钱，跟咱里头趁水，我咱小朋友好有心的咯，平头较精力哩，对，考试通通给他得第一安尼啦，谢谢，欢迎大家的莅临哦，谢谢，来，阿七妈你继续安排啊，好，谢谢，继续安排，放袂开，好，来安排七分的关节，放袂开，谢谢。
有你那么美的香水，为着你无人感觉的美丽。很少女，你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，为何偏偏叫我来分离？我避开你多用心的力气，想一念的拢是你。怎样我对你放不开，为何偏偏叫我来想你？我看在眼，听在心，甘苦想你是我心碎的开心。来，抒情好听的歌曲《放不开》。哇，来，你的姑娘不难想，我们的小辣妹啊，心儿。来，你的姑娘不难想，带来我们非常好听的歌曲。所有的好朋友啊，咱家这两位后面朋友呢，有一个一块阳明，大家共同来跟您相聚来点光点哦，谢谢。思念总是看袂起，明明是为了你的关心，不知在天下的故乡里。将你的关心到底是你，千里万里万里的你，有了你的热爱的香水，为着你无人感觉的美丽。明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，为何偏偏叫我来回？我避开你多用心的力气。想念的拢是你，明明知影我对你放袂开，为何偏偏叫我来想你？我看在眼内，痛在心，当初想你是我心碎的开始。我想的两面拢是你，明明你知影我对你放袂开，为何偏偏叫我来想你？我看在眼内，痛在心，来讲想你是我心碎的开始。来，抒情好听的歌曲《放袂开》，谢谢你的声音，王天梅，谢谢。欸、你们知道，我眼睛看这里，你就知道说要掌声鼓励了哈、哦。对，那个心有灵犀，对，真的真的。感谢我们美丽的小姐啊、哦，谢谢你们。